Hello， 大家好，我是 Enter， 欢迎收看 Enterbox 的 Computex 2019特别节目。这次我们到南港展览馆一馆四楼的 Cougar 摊位，摊位编号是 L1217。这次意想不到的是 ，Cougar 特别带我们进入 VIP Room， 让观众看到许多还未推出的产品，真的是很难得的机会。我们马上来看看。这次非常欢迎那个 Enterbox 来到我们这个 Cougar Computex Cougar 的展位。这一次呢，借由这个机会呢，为 Enterbox 曝光一些我们目前 Cougar 在今年 Computex 首发的一些新的产品。只有在今年 Computex 首发，而且在我们这个 VIP 路里面没有对外公开，只有特定几间重要的媒体跟我们的客户才会看到这些产品。那现在各位观众就是比较 lucky 看到我们最近准备要曝光的最新最炫的一些产品。在这边跟各位介绍目前今年 Cougar 在这个 Computex 会展出比较特殊的一些产品。这一台呢就是我们一个叫征服者二代的这个电竞机箱。这个机箱的设计人是针对一些改装玩家，对一些电竞系统或是对一些DIY PC 非常有热情有狂热的一些玩家所提供的一台全新的终极的这个电竞的一个机箱一个载具。这个呢主要的设计特点是说，它你看它的外观跟一般传统机箱不一样，而是非常的具有个性化。然后呢重点是可以在透过它这些的设计呢，呈现玩家想要呈现的最佳化的一个水冷方案，可以很完整的呈现在各个玩家的面前。那我们这台的电竞机箱除了造型独特之外，还有一个是它有一个 RGB 的一个显示的一个设计特点。那这个 RGB 灯光呢，除了可以手动控制之外，还可以跟所有的主机板，像其他的大厂的主机板做同步，所以可以借由同那个主机板的软件做一个 RGB 整个系统的同步的动作。然后另外呢，因为这个是针对改装玩家所设计的机箱，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呢，会有很多可改装性和还有很多 customize 可改装性的一个设计，包含这个水垒的外挂啦，还有另外为方便玩家装机的话，我们这边整个我们是子母机的设计，子机的话是很容易拉出来，让玩家呢用这个子机呢安装好所有的水冷 CPU 显卡，再推进去这个跟一般传统的机箱设计是完全不同，所以方便玩家改装，也方便玩家装机的一个电竞的最酷炫的一个电竞的机壳。那现在除了我们的电竞机壳、电竞电源，包含的键盘、滑鼠跟耳机，然后呢，今年我们又推出了一个，还有电竞椅，也是我们目前在全球销售非常好的产品。那今年我们又另外再推出一个新的产品线，是我们电竞桌，因为现在很多玩家希望房间里面有一些电竞的氛围，所以我们现在展出的这个电竞桌呢，就是结合了一些 RGB 的灯光的就是这个电竞桌就第一个造型比较电竞的一个 style， 然后呢结合一个电竞的 RGB 的灯光效果，还有呢我们有中控台，一般我们要开机的话都是要按机箱，但是我们把它整合到一个控制台，所以所有的开机灯光控制都可以借我们这个控制台去做控制，还有就是说它有些 USB hub， 所以方便玩家要用 USB 设备的时候，都很在这个电竞桌上面都很能够很方便很容易。很 convenient 的去操作去使用这个电竞桌，然后呢增加玩家电竞的这个体验，因为我们整个所有的灯光可以跟我们的机壳跟我们的键盘鼠标这边可以做一些同步的动作，所以让玩家在这个电竞桌这边的坐在前面呢，可以感受到整个电竞的这个氛围。另外我们这个桌子的设计呢，也兼具人体工学设计，有些这些曲线啊弧面的这些设计，就让玩家就是更 ergonomic 更舒适的在使用这个电竞桌，所以到时候大家也看到我们这些设计的一些细节，就是针对一些玩家喜欢酷炫的玩家的话，我们这个电竞桌是今年准备会上市的一个新的产品。我们 Cougar 这个原本是这一代是一个叫 700M 的，这个是我们针对一些电竞玩家，他因为电竞玩家每个人的手型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个原本的 700M 它是可以做一个尺寸可调整的这个滑鼠。那这个已经在市面上已经上市一阵子了，所以呢，我们即将推出下一代的这一款类型可以调整尺寸的滑鼠的这个电竞滑鼠的下一代产品，叫做 Dual Blade， 中文叫双刀流。因为这个产品呢，现在除了以前只有我们的掌托这边可以调整，现在呢，我们除了掌托可以调整之外，还可以左右，因为有些人他喜欢宽一点的滑鼠或窄一点滑鼠，在我们的这个侧边呢，都可以做切换的动作，可以让这个滑鼠的
宽度可以根据使用者的需求去做调整。另外呢，有些人喜欢它的滑鼠的是比较低趴的，或者是比较高的。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很独特的设计，是在于这个一个气压棒的一个设计。我 release 这个开关，这滑鼠可以做一个升降的动作。这是目前市面上比较没看过的这个全新的这个 ergonomic， 可以跟针对个人手型、不同手型喜好所调整这个电竞滑鼠。这也即将在我们大概在十月份会上市。另外呢，有些人都是大部分是右手玩家，但是还是有少部分是左手玩家。有时候左手玩家找不到合适的滑鼠，但我们这一次滑鼠呢，它是可以针对左手的去调整它的一个按键，可以把右手专用的滑鼠改变成左手专用。所以这是我们目前比较通用的，就比较 universal 的一个设计，可以符合左右手的所有的电竞玩家的需求，还有各种手型大小的一个玩家的需求，是即将 Kuga 这个独家的这个设计，即将在大概十月份会上市最新的电竞滑鼠。